祖籍的歌星周思杰坐轮椅来到欢迎，伊甲人叫做音乐教父的音乐制作人小虫发生转职的纠纷。伊之前伫台东跋倒，讲骨头离去，也是亲身出庭，讲要甲小虫讨赔1000万。应该是说他不想和解吧。一个想和解的人不会是用这样的态度啊！你违约的部分造成我们这么严重的损失，你要知道，因为他唱片的延期，结果都遇到疫情，很多演唱会也都延期取消，所以呢，这个是很巨大的损失。周思杰是2019年跟小虫合作要做新专辑，伊伫发电讲，对方讲要做一个企划 MV 导演，除了本地制作费，也阁要求周思杰逐个月给伊10万，甲经纪人13万。也毋过本来讲是做6条歌，却直咧拖，而且后期的舞台阁有问题。小虫这边的律师是讲，进前并不提出讲有问题，伊讲伊的歌曲制作起来无问题。为什么受伤还要出庭？实在是因为这一股委屈无奈实在是憋太久了，怎么世界上可以有这样子坏的人？周思杰在1970年代就很出名，在秀场有那真受欢迎。2000年拍就业的这部，拍拼17年全部行五千，人叫伊李泽女王甲心灵导师。这摆甲制作人发生纠纷，大家拢真关心。民视新闻台北报道。